对啊，哦哦哦哦哦，不是啊，怎么的吗？啊，观众没听到，啊，算了。生存嘛，可以直接玩两小哎，要时。买哪一个哦，啊？生存办法玩到两小时就它有一个哦，DLC 啊，那个一开头的那哇塞，300叉叉八八叉颗，八，怎么那么贵？商没品里有那面。个吗？啊，有人开了吗？还是怎么加？新我增开，所我有开。DLC 之仓库这个、哦，嗨嗨，对来啊。贝瑞的点。啊，那天杰瑞是怎么测试连线的？就是我跟秀秀有玩啊，啊，玩一你有阵买子，哦？有，有买 DLC 哦？嗯，啊，对啊，就是说要付费。你说你测试过连线？哦，我嗯，意思说，以为是那个其他连线要那个其他连线就没有，其他小游戏的连线没有测，国际小游戏本身是免费的，只有生存要付，这样。他商店有些 free 耶、欸，怎么 free？商店有 free。你说录房影子之对类的的，吗？游戏截取，我看到有一台车还是什么的，还有一小个白哦，车哦，那个好像是类似蓝图的东我要关门。西。哦，YLA，哦，有啊，有免费的衣服哎、好像有一些吧。我就不穿衣服了。你不穿衣服？好，变没态有了，啊，预健设的康啦。了，团团黄说标他开台没穿衣服，没有，我有啦，我又包得怎很紧。样？我开台了，他开台都玩小鸟了。抓小鸟，不玩小鸟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抓小鸟，抓小鸟只限定高尔夫球的时候。抓小鸟，所以团在开台的时候抓小鸟，对，没有，那是高尔夫球。高尔夫球的时候在打在高尔玩夫球的高时候尔夫抓球小的时鸟，候，哎，对，没错。哦，有时候还会一杆入洞哦，我跟你说，危险哦，就进就滑进去了吗？那请问要连对啊，谁？杰瑞，杰瑞。杰瑞。哦，呀，今天要玩孤岛生存，这个真的很像孤岛生存，生存哦。对啊，它是有其他岛，这个就他看起来很要像。选怎么选我到？哎呦，天哪，真的会受伤！哎，我只有启动游戏，没有加入游戏。对啊，哦，他不能用从 Steam 那边加，你要先加我好友。我有那个好友在 DC 好友，我加了，我加了好友。对，我进来了。这画面正上方有一个 social。我要把这附近的东西捡完。social social 要怎么进去？他要怎么你进去 ？Play 阿斯什么的？小雨干嘛？有邀你？我有加好友啊。你要等那个杰瑞邀，然后他右边会有那个惊叹号吗？来，上面有个 S O C I A L， 点下去。嗯然后呢？哎呦，对，差点把他封锁了。想封锁谁啊？他是不想跟人家玩？我。那边搜寻这边搜寻杰瑞这样子。啊，然后 block 吗？没有啦。哎，小雨真进来了，你是不想进来了？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哎呦哎呦，差点灰影院选。干什么干什么？我身上很多东西哦，这周围的东西都被我捡光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怎么捡东西？快点，给他掠夺掠夺。又见没关系啊，挥一下啦，挥一下啦。啊，等一下啦，我检查，我怎么哦？我会检查。挥一下啦，小雨。来来来，进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不能打你了？是我拿的东西。好厉害，你手上拿的东西。哇！哎，我头一个。你说一开始就是要先打架，对不对？嘿嘿嘿嘿。打架很好笑。你们慢慢打哈，我先收集资料。打架让我想到那个啦，波西米亚的那个。还蛮像，有像。哎，这附近好了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拿树了。那里有康斯多了。哦，小雨快死了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怎么看我的血量？哦，这我快死了。加你了。哎，有三匹马在这里哎。哦。不行不行，我被打到一下，我就要死掉了。没事，我按照交易界面，这是交易界面。死掉了。没有交易的。收尸收尸收尸！不要让交易取消取消，不能取消。右键上有一个叉叉。来啊，团团！是杰克杰尼斯的，是杰克杰尼斯的，请去找杰克。哦，杰克哦，把我尸体捡走了啦！怎么？哎呀，跑走了！跳出来！有野猪哎！对啊。多花，这花给。我画面卡住了。你画面卡住了？你画面怎么了？我要去收集东西。
交易的目的。这交易界面谁借我再交易一下？好了，有。还在交易，还是交易界面？该怎么关掉？哎、欸，刚刚影月一直在疯狂叫我跟他交易啊，很好笑哎、欸。怎么离开了？不对啦，不是我啦。离开？不是，我画面还卡在上面呢、欸。你不要动，他不要动。好混乱哦！哎、欸，怎么打这个？怎么打这个？好、嗯，再取消。啊、不是，对不起啦，我打到结尾了啦。是，还在，画面还在，我重登。你重登，好乱，可怕、哦。你的脑袋里面卡了一些想交易的想法。哈哈哈哈哈！看 RP 真的是太好笑了。你们都是一些可怕的人。你才可怕，要打死你。才可怕吧？最可怕的人说别人可怕。请问一开始要干嘛？就一样啊，打麦克一样吧。打死人打死不掉东西啊！你要做斧头，要做斧头吧？怎么做？啊、不是对啊，要怎么做斧头？按 I 按 I 按 I 可以有一个制作可以用。嗯 ，craft 哦，有 crafting 那边。嗯，哦耶。叠了幺幺。哦好。幺幺。拿草做绳子。哇，斧头。crafting。Amigo 生存第一守则：互相打架。抢对方资源，打死了，真的。我看到一个影月拿着斧头看走过来，后面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拿着斧头做好了，好可怕！他手上唯一有武器的，看起来好可怕。哇，我看起来好有钱啊、哦！你好有钱？不知道我穿的什么时装之类的。你们会一直转圈圈吗？会赌、哦，有人进入会赌去。好，嗨，赌一下。我怕死了。这是你的东西吗？啊，我没有树枝哎、欸，还有我的，地上可以捡，地上可以捡。哦哦，谢谢，哦谢谢。哎，没礼貌，捡东西而已。哎、欸，我的东西啊！就你，你们到底发生干嘛？干嘛？有斧头就厉害啊！这游戏有稿子吗？有斧头，哎，杰瑞你也教一下，不要一个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来翻新，我跟你讲。我有。我知道。对，啊，先做那个绳子。嗯。你按那个全部出来看比较好。哪里有全部出来看？按 I 对，然后那个 crafting， 然后它不是一个 O 吗？那个 O 点开，全部东西一起看，然后就告诉你一些。好恐怖哎！在哪？有什么？哎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快按 I 有这个吗？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？你看，你怎么会有宠物啊？我不知道。上面会有个 back 啦 ，back 点下去，可以选择你要哪个？对，你可以选哪一个？你按 I，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绳子在那个，最上面第一个有一个什么 gray 丝肉盆？有哎，感谢。对。啊，先有吗？有吗？有，召唤有了。哇，你有大象！我也有大象。为什么你们有大象？我不知道。你按 I 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左上角。右按 I 右上角。右上角有一个宠物的手掌。可爱哦。然后有大象，可以开始把它快捷键。Q 会有一个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小灰象哎。超可爱。还有灰的啦。小灰象。小灰。小灰，我要来捡人家刚砍好的树，好爽！哇！等下，这我们血量在哪里啊？左上角有爱心。为什么左上角？我界面把它关掉了，怎么开？哦，那个米字那个波浪符，波浪符哦，有了啊！我有之前的，我拿到了一些竹子。哦，竹子砍错了。竹子全部砍光，我要过去。我把竹子全部砍光。你说什么？砍光，砍光竹子，砍竹子。我有棒棒哦。干嘛啦？哦，又有棒棒。来，你有棒棒是吧？来啊！哎呦妈！被撂倒了。看来斧头比较强。有棒棒是吧？斧头比较强。这有马哎、欸。马可以用东西去喂它。哦，好多竹子啊！马，你吃竹子啊？它吃水果。马，你吃拳头啊？蔬菜。吃草啦。等一下，有人是想跟我交易啦。他是你啦，就我来捡东西，我来捡东西。
那我要在旁边走来走去，站右键。你走 ，ignore 历史。哎、欸，有螃蟹，我想做。我有斧头、啊，我揍死螃蟹。我被夹螃蟹。我有斧头，太能砍了吧这个。啊大，就这个好恐怖哦！一敲下去，螃蟹就分分离了，就分解了。还是没关系，用斧头，不然手有些很难砍。斧头哦，可是一开始怎么呢？是有木斧啊，对，有石头，有一个石头的、啊，你要先用那个。草做什么、啊？你可以在地上捡到石头跟树枝，然后。哎、欸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骑马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瓜哎、欸，你慢慢来。这个马脚贴在地上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不要打马啦！你干嘛？我在打竹子，我自己踢过去了。你打我超多假的、哦。我在砍竹子，他自己移过去。我长得像竹子吗？有一点吗？哦，有，搞不好蛮像的、哦。我要拿瓜了，可恶！拿瓜？怎么下来？耶！我这不是这个下来。怎么上了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骑马下来是直接摔下来的，为什么？哦、不是被扑出去吗？要怎么上、啊？你没有真正驯服他，他现在只是友好而已，所以他会把你摔下来。超好笑的、啊欸！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。他自己会显示右键。哦。那哦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真难笑。我刚下来的时候真掉下来，超好笑的。耶、yeah, ，我是白马，嘿嘿。铁定玛丽塔。最近啊。来去逛一下这个岛还有什么？超好笑，可以摸摸。我还是还没开始做斧头哎、欸，你还没斧头做一下、啊？你先剪草做绳子啊，然后剪树枝，或是你叠对草，然后有个 use it 啊。这是谁啊？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我的马。等一下等一下。哎呦，我被摔下来了！我做了41条绳子。你有你想干嘛？你想玩干嘛？你想跳绳啊？哦想跳绳的结对，对，欸、这里石头、哦，这里有友善 NPC 耶、欸，有 NPC， 有 NPC， 对啊，那我教学 NPC， 我可以打他吗？干嘛打人家？这么凶干嘛？我打一下就好，我打一下，倒哎，咬一个，都吵，你不要太过分哦，抱歉，哎、欸，他无敌耶、欸，是吵，有人在吵，他无敌。耶、yeah, ！我变原住民了。你为什么变原住民了？他穿草衣耶、欸。耶、yeah, 啊！原住民被揍了。做东西我要做东西。Friendly 稿子吗？啊，我可以做鞋子。来一个 pick。耶！哎、yeah! 欸，我可以做帽子。我有马了，抖 Chris。你有马了，你是在哪里 ？Friendly， 他会把你甩下吗？我、哦、是 Friendly 啊，对吧、啊？他把你甩下来，啊、我刚刚被甩了。啊 ，Friendly 还会啊？对，还有还有再上去的，还可以再喂。你穿哦，喂完之后可以最高级可以自己取。你吃花吗？你吃花吗？我喜得如意。他吃瓜。哎、欸，谁偷骑我的马？这我的、啊、我没有偷骑，我只是看一下。你也太紧张了吧？你很危险，你敢在我的马做坏事？没有，骑走。我人有这么坏吗？你很危险呢，你敢把我打死？你有没有打死我的马？等一下，我的白马跑去哪了？这个吃东西回血回太少了吧？那慢慢回，要慢慢回。哦，鱼刚打了我两颗星哎，很痛哎。看一下使用。哦哦，吃吃吃，尽量吃草，草很多。尽量吃，不是没有吃。我会笑，所以砍到树之后，它的根还是茎的地方是可以继续砍的，可以把它砍掉，可以把它砍掉。哦，吸掉肉，会拿到一些废材。哦哦哦，砍到马了。嗯我突然觉得白马不见，那个大象头上那个好，好了，哈记你干嘛？那我的白马你把它喂起来呀、啊！我哪有没写名字？我现在取名了，它是我的了。我把它打死了。哎、哦欸，你把它打死，会有人会骂你哦。谁会骂我？小雨，你看那只马的名字啊？我不饿。怎么看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、呀，它马名字叫什么？White Red
哎、欸，哦，你看不到、啊，还是名字只有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！他只有写他哦，嗨，巧克力啊，没关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不行，没关系啊，好，巧克力，有有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嗨巧克力，他明明就白的，你给他嗨巧克力，对啊，这一只才是哦，这只山猪，你至少帮他取个 Choco White 之类的、啊，好，Choco White， 我要去找山猪。山猪有兔子哎、欸，兔子过来，有了，山猪有皮革哎、欸，好棒哦、喔！哦，那就可以做衣服了。哎呦，老师你怎么斜斜的站着、啊？哇，这个怎么扛？这、哎、要用稿子是是。有这个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有 stone pick。要去哪里挖铁啊？哪里有铁啊？岛上还没有铁，这个岛新手岛上不知道有没有铁。嗯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是什么？我在找做钓竿的东西。啊，钓竿？怎么做钓竿？我也想吃。钓竿在吐哦。我知道啊，它、啊、可是那个东西我看不懂是什么、啊。Any rope 就是绳子啊，我打到。然后一个杆子加一个什么？对啊，任意的一个针哦。所以啊，还是要那个铁、哦。哦，这是教学。哎、欸，它是教学好。你吃吗？啊、那个针，我帮你做一个，一然后做一个有，你有用吗？就是他那个针是要抓海胆拿来做，海胆抓抓海胆，徒手抓海胆，哇，要潜到水里哦。走，不要在海在那个岸边就会有了。真的，我还不岸边上次有看到螃蟹，绕一绕岸边。谁谁谁的白马？我一直瞄到他。那个是 chocolate 啦，那是 high chocolate。对对，我看到我看到了，这里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有羊这边。我在杰克允月哈基这里。你在团团这里。我们在另外一头哎、欸。哇，那我先捡起来，我先捡起来。NPC 有东西就打掉了啦。哦、我刚刚打了一部分啦。你的海胆长怎样啊？紫色的，紫紫的，在水里面。好，等下这袋子里面有东西哎、欸，有一只长毛。小偷啊！是生火的吗？哎、欸，有啦有啦有。哪一种？我们刚在海里面看到的。是在海里哦。有对对对。这个就是浅浅的那、這个。哦，这里有这个。哦。错。这个。那个，你们在哪里？哦。我们在刚刚那个。哎，白痴哦！左边走的海边。往左边走的海边，我来了。我拿长矛来戳鱼了。有没有鱼可以戳？好了，他这样怎么有因此？哪里啊？花姐，哎、欸，你奈夫，我奈夫呢？这节奈夫，这个钓在种竹子吗？他还有那个啊？我在跑跑酷吗？他有可以有一个是不用钓饵的。嗯哦，铺灯啊，那个我拿到海胆了，很像小刀的东西，怎么做啊？哦，石头、欸，那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啊？哦，碎石这个白色的这边，哎、欸，我刚捡那么多，怎么会没有？捡盖房子。哎，哦，可以做这个就不用了。这边树枝怎么获得啊？就砍地上捡啊，地上捡、啊。砍不能砍树拿吗？可以，砍树也会有。东西好多哦，土哦，我身上好满哦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功用。对啊，我也是。你们点那个。Use in， 他会有，他会写说他可以合成哪些东西，对那个物品做件。哦，这里有哎、欸。Black， 做个衣服好了。Use， 身上满了。我要做这个，我想做这个， oh、yeah, 可是我没有刀子。钓竿了，来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刚刚那边。我也在刚刚那边呢、欸。Oh, 有，我来到你。Use. 怎么 Q 东西出去？ Oh. 还是我做给你？我来了。物品栏会有一个 drop 哦，这是什么？电作件，然后最底下有一个 drop， 双开头 drop， 滴滴滴，皮革，啊，哎，还是可以交易哦，也可以交易。这是红色染料吗？我做了100多个红色染料，你干嘛做那么多啦？从在干嘛？哦，好，东西怎么丢地上？点 waterfall， 不要红色染料，有了，你拿了，有了，哦，好，那我用一下。丢掉，还给你。我不要红色染料。哇喂！哦，我拿我的钓竿。
哦，这样子哦，给你给你，好，领走东西，忘了草鞋，这是什么啊？草席吗？诶，有吗？哪个是帽子？草床要怎么叫？哦，机械没有白色石头，我需要白色石头。哦，在这，没有白色的熟头，熟头，白色熟头，哼。哦，然后你没有看到有一个，啊这个，白色，你干嘛？在干嘛？在铺啊，我在铺东西啊，白色的花，白色的花，对，有一个棉花，棉花吗？那个棉，那是棉花。然后如果棉花你可以直接拔掉，你可以直接用。你要用原木哦？哦，没有啊，和原木对，我想用原木盒啊。空拳直接打掉的话会掉种子，它会掉比较多。哎，你看我有阿米狗的帽子。为什么？你看我做的那个羽毛吧，那个蛮好做的。不是不是是那个草做的。哦，草做的。嘿，草做的。快天黑了。这里有一个草做。这里会不会生怪啊？新手打不会。好。哦，是外面的会。卡啦。哦，阿米狗的帽子。然后你们种植的话，它可以种在同一个。哦。有人要阿米狗的帽子吗？好黑啊。爱迷猫。等一下，阿米摩，你可以坐床，可是，一样是要大家都一起睡。哇，好玩，就可以跳过晚。这里只有那个什么东西可以吃吗？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？有那个啊，有凤梨啊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好暗哦，好暗哦！我切个画面回来，特别。我也是，我只是看个合成而已。救命啊！我开一个包包图，突然。哎呦！要死我！点火把，点火把，点火把。等一下，火把，等一下，怎么做火把？等一下，我按到打人了！不要靠人，不要靠人，不要靠近，你很危险。等一下，哇，这个人要怎么点燃啊？我自己有背包，按一下，然后有一个点燃。然后原木的话，原木可以不用做建筑就可以直接做了。如果你要做其他样子的话，再。好。哦。火把，它原木其实可以直接放。我好像点这种火把会想到什么萤火晚会，而且蛮像的。人家团团铺这些木材吗？不该烧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烧了，我真的是看到你杀你一次哦。我不手软的。你们在哪里？我跟妈，我看到火了，我看到了，你还要多剥夺我盖东西的权利？好暗呢。会有炉子之类的东西吗？啊，没错，目前只有火堆吧？哎，好极暗的，我的天哪！好暗啊。这个吗？哦，对，好像是这个。那么插地上啊？应该有吧，要找一下。那个做火把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树脂啊。对。哦。我来烤肉了。然后我要怎么拿点燃？好像啊，对，那个点燃要打火石，要两个碎石，或是用那种公式的砖木那种。嗯，我的马儿嘞。喂。小爱，你是不是骑到我的马？啊，没有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的马嘞，我的马那个是鼻头上面有白白的一条那个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你的马哎、欸。这是我的马，没有我的，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啊，对，斧头都掉了，没关系啦。就这个鼻头白白的、啊。我的鼻头比较长。哦。啊！盖翻了。这里。啊 ，energy。啊，快点。啊！有人烧起来了。还被你打死，看到谁啊？马，对不起，你打到谁马？我说打马，哦，就打马，对，打马。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说我想做一个马，你到旁边好了，到海边，到海边。我吓死我，突然想，这应该对了吧？马跟马一起那个是什么？马就不会孤单。哦，这是铲子。啊，那个你有取名啊？我有取啊，我叫简灵简。简灵简，我的马没有名字，可以取个 N 开头，什么 C 什么的哦，什么可以帮他重取名字吗？我觉得后面会遇到呢，后面会，我好像懂你说什么了，哦，天吗？好，哦。是种田是不是啊？真花时间，哎、欸，可以射弓箭了哎、欸！啊，我不是在种田啊，小雨你走过来就知道我在干嘛了。不打不，
哦，你在挖地板呢、哦？我在挖。你在挖陷阱啊、哦？你们挖洞穴吗？有人跌下去，等下起不来了。要慢慢自己挖起来。对啊，哇塞，真的要用打火石，或是啊，我这个是什么？哪一个？啊、哦，那是那个一样那个，那是火把啊！你要、啊、走插在地板上，按 Q 之后会有一个二。嗯，随意放置。对不起，拿到交易了。哎，你先放置。捡东西是很容易拿到交易。对啊。真的，因为你只要碰到人啊，你就捡就。对啊。我怎么？超容易。哦。啊，我的包包满了。啊，这个嘞，我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哦，这也是生火的。啊，怎么用？哦。就要你哎，那我先拿死面。啊，六。好，你点它，这样左键可以点它。左键、嗯，对你要按键那个、啊，看对着那个。所以我是拿着东西生火。哎呀，对对对，一样道理。那个是生火的。我想说，我刚刚是要做弓箭，怎么做、欸、做出这个东西了？不要，你知道我把马救过来干嘛？拿弓箭做那个。好，这矿坑也太难挖了吧！好、嗯哦，这个是好远、啊，这个是把地铲平的啦。哎、欸，哦，品的，对，就是把突破。对啊，如果是要弄的话，要弄石材。我在挖山呢，我在想办法挖山。我在到处乱挖。哦，我的马感觉快掉进去洞里啊！掉进去了！啊！捕捉小雨一只，抓到了，抓到东西了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！你起来了，可恶！我走出来了，我走出来了。可恶，代表不够深，不够深。你要再深一点。跳了，真的是啊，不够深。在想说往后走，结果就跳下去。啊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坐大家的床。有白天。不够深，陷阱再挖深一点。要白天了吗？没有，白天还很长。哦，很久是不是？哎、啊欸，你们看，我穿夹脚拖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为什么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啊，我拿到斧头，白痴哦。靠右上角会有资讯。嗯，哦，有，还有血，我看到了。现在才9点，我是快饿死了。借我放一个，你要饿死了，你要吃土。哦，你要放那啊、哦？你爬得起来吗？你先爬起来。我有鱼。我有肉。起来。爬不起。一层哦。我是有很多肉可以烤了，我有5个肉。这种拆掉就打掉吗？啊？哪一个？这个、啊欸。啊，我刚烤完的肉嘞。对，打掉它会。他会把还在烤吧？哎呦，打人的，哈基打人的，还一打在烤啊！他这个会有时间，如果你看你们被判那个出来了，那个什么放方块上会有一个倒数计时，啊，那个计时到了你之后，你打下去就是废材，不会还你了、啊。什么了？他、哦、有、哦，我会做了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那个烤好的食物嘞？哦，好久、哦，还在。啊，等等，我怎么这个是亮的、啊？哪一个？这个上面几个不是完成了吗？对啊，我没看到有亮、啊，还是显示问题哦，应该是显示问题。我看是完成了，拿下来啊！拿下来，它有在我身上吗？所以放错只有2分钟的反悔时间、啊，除非你有那个领地啊。最上面那些是大便吗？怎么那么像、啊？大便没有萤火里面的哦，上面好像是木什么木哦，好大哦，这个吧，大便啊。我被加吧。哦，有一些肉完成了，左然后右边那一坨有那个有爆米花，说不可以取消。爆米花哎、欸，花不是花，花爆米花，神秘。好吃肉啊，吃肉。爆米花哦，加吧。想吃肉，谁想吃肉？我手上还有一个，叫鬼鸡嘞，多谢你。是什么？我要烤螃蟹来吃。哈哈哈，好满了，怎么吃肉？啊，没有吃肉。我把木头拿起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拿2块，不好意思。我要怎么旋转它？哎、欸，这个我刚捡起来，为什么？怎么放？对不起。好，Q 劳二 ，Q 二，还有人做爆米花。Q 二。哦，对不起，你把它放回去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放回去了。嗯。啊！拿掉了，不小心拿起来，然后把它随便塞上去。然后我再慢慢铺。对不起啦。哦。太废啦。哈哈，有了。不掉。
啊，不够了。这可以吃哎、欸，超原始啊！这游戏也对啊，我要远目。我看一下，我 drop 了，有，我掉了42颗在地上。哎呦，好，我再去拿。等一下，这个我用不到，丢掉。没有，我们大家才没裸体，我们大家有穿内裤。有穿，我有穿衣服啊，只有你穿内裤而已。我有穿内衣内裤。我把爆米花喂马了。哇，爆米花，贪吃马。贪吃马，是马吃人的、啊。欸，我对不到东西，我一直要跟繁星交易啊，我想要拿东西吃啊。哈哈，哦，原来什么旋转？这是什么东西在滚啊？帽子丢了。这为什么东西在滚啊？还是我显示 bug？ 哦哦，这是树哦，哦树吧。树啊，我刚刚挖树，那个树，哦，然后滚，刚刚看起来像怪物，一个超大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哎、欸，谁做的竹？谁做的木筏在这边？有人做木筏，我，然后搁浅的，他搁浅了。哇，木条，我得跳，繁星在跳舞。啊，这个居然捡起来了！哎、欸，好。